干嘛啦？哎呀，今天是菜品社大结局了吗？玩不了啊！哎呀，打雷了，我要回去收衣服了。哎，有人，换什么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勇往直前。一个洋葱皮鞭子，一个玫瑰皮鞭子，一个苦瓜皮鞭子。哎呀，吃了苦中苦，为你开路。哈给头。还跟路虎嘞，那屋的空调多久没保养了？除了喇叭不响，哪里都响。路虎，开路虎，开路虎，开路虎！路虎出动，三尾鱼，请头掌声。哈哈哈！真香，哎呀！哎呀，这都不到好的了。这两个小朋友，宝怪哥不给你机会啊，你先选。操一下我先选，做人了。我选玫瑰。他头也不回的就选了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下面不要了，下面不要了，下面没有了吧？哎呀，还好没有了，没上扣了吧，大胖哥？完了完了完了，他们俩都是好的呀，我是杀的吗？哦，不是差的吗？不是差的，不是差的，不是差的，不是差的！哇，羊排，羊排啊！嗯，有人。